Hello， 大家好，又到了少女们最爱的一个月，12月啦。除了有美美的圣诞布置外，各大品牌纷纷都推出了倒数月历来应景。你准备好入手哪一款？小编就来分享三家倒数月历，内容到底有什么，值不值得买？而且影片到最后还有送倒数月历哦，有兴趣就看下去吧。第一款 YSL 的猎金圣诞倒数月历。以银白色的外盒搭配 YSL 的 logo 和绝美雪花，这里面包含了最受欢迎的彩妆、香水还有保养。那我们就来随机开几款给大家看看。这个是5号真华缎面丝绒唇膏，然后是一支正货哦。再猜一个9号好了，一个是真华缎面唇釉1971，也是一支正货哦。再来换23号好了，哇，这是一个香水，这一瓶呢是自由不羁淡香精。超美的，质感很好，而且是玻璃瓶哦。再来猜一个17号好了，哇哦，这应该是一个保养品。这一罐是精致奢华复活乳霜经典版。以上就是众多热销明星商品，让你任性的一次拥有哦。这款呢是 Bobbi Brown 的繁星金灿圣诞倒数月历，以圣诞树装饰球为灵感，点缀金色的外观跟浮雕图腾。然后一共有12项明星商品，有3个正货跟9个热销明星彩妆保养品。好，这款是8号，哇哦，这是一支迷你的眼影笔。然后再来是7号，我们看一下是什么吧。哇哦，好像是眼影盘。那我们来猜2号，这呢是一支迷你睫毛膏，也是他们的热销商品哦，让你每天充满惊喜的期待感，更是写优雅品味的圣诞礼物哦。再来是第3款，2023 Armani 限定圣诞精品倒数月历。然后被誉为圣诞倒数月历奢华天花板的阿玛尼，今年再度刷新全网期待，尤其是以奢华礼物的大换店为灵感设计，就来让我们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吧。我们现在抽2号阿玛尼香水，质感也是非常好哦。那我们来选一个22号好了。哦，这是一支正货的唇膏，这是一支阿玛尼的细黑管唇膏。再来抽一个14号。哇，这支就是阿玛尼最抢手的连段货王，阿玛尼400小样惊喜现身。以上分享完，你想好入手哪一款了吗？等等，先别急，小编有一个好康资讯，拜拜。年末最大档，下单立折12%，订单满2222抽限量倒数月历礼盒，活动时间是12月9号到12月13号。然后这部影片还有一个重头戏。由于去年的倒数月历得主居然没有来认领，里面有25件精选宝物，这集通通都要送出去哦。这是我们的游戏规则，我们将会抽出20位的幸运粉丝，记得来我们的 IG 留言哦。